什么叫民主啊？啊？什么叫民主？不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投票啊？什么叫投票？投票。投票。好，安静下来，来，把东西放在抽屉里面，把东西放在抽屉里面。好，都看我这里。同学们，新的学期，新的希望，新的要求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将开展一个民主选举班委的活动。比方说，我们每个同学都大部分都选了某一个同学，我们根据得票的多少来确定我们的班长。于是在上学期呢，我们的老师们讨论选举了三名候选人，他们是罗雷，有请。第二位是陈晨，有请。第三位是徐小飞。首先恭喜他们三位成为我们班长的候选人。我们在座的每个同学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，那么这就是民主，就是由我们的同学自己选取自己的班长。对了，是不是很新奇啊？是不是很新鲜呢？跟以前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候选人当中，他们每个人可以选一到两名成为他们的竞争小帮手。把睡衣穿了，穿睡衣看电视。哎呀，你把三角裤脱了吗？不脱了，沾了黄尿。哎呀，没事，先穿着三角裤，晚上洗澡去。有什么事？什么好事？你注意，我成为班长的候选人了。哦，很不错，招获了一个成功。我在班上就想当班长，班长就有权利，让他站着他就得站着，让他坐下他就得坐下。老爸，民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老爸。民主。啊。就是人民当家做主。嗯。李老师，你为了
争取同学的支持，你需不需要爸爸妈妈为你做什么动作？不用。不用。嗯，靠你自己。对。好。真的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帮你。不需要。好。或者要我们给你动动脑子，出出主意。不需要。出主意也不出主意。要靠真正的实力，还有技巧。他看你的技术，是吧？那你总就靠自己实力，不要控制别人，让他们自己想。我让他们自己想，但是你还是得做工作呀。想投谁就投谁。你也很想成为一个班长，所以说除了表演之外还要怎么样？还要跟同学干嘛？嗯，交流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你可以去说一些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如果不说的话，可能同学们对你的印象不深，对你的了解也不深。对呀，既然这样二十分钟都是展示各自的这个特长，就类似于拉票一样的。嗯，你可以不说这个，可以说别的。那说什么？你想，你怎么样让大家都了解你、支持你？不想说。我还想看电视。看电视。但我们还有任务给你安排，现在竞选班长了，还要看电视。那你留一段，你留一点点时间，我玩，我看一下电视。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班就的孤单。哎，班就的这我就不好，班就的孤单，班就的孤单，我的气。下去，接着，下去，忘不到我们班就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跟着对，下边。